Turn my music hig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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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吻，第二个捧花，第三个反捧花，第四个正捧花，第五个比心。好，即兴舞蹈，来，预备，音乐起。两个人叫板一下好吗？你看前面啊，有输人品的，有输比赛的，你想输哪个？好了，来，计时开始，加油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哇！天哪！哇！原来这个比赛是这样的，哇！哇，这个如此灵活！哇！哇 Let's go！一波一波，哇啊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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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泳池边上和女友一起到处拉赞助的游泳队队长，碰到了带着妈妈来考察的很有钱很有钱的商会继承人，有其不必的妻子。对花，嘿，这俩人有病吧。哎哎哎，听我说，对，这样，姐姐，姐姐，就你这个包里的钱，就给我吧，好不好？赞助我们。继承人，你这个姿色吧，比起老娘，当年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。继承人，想不想要你们游泳队了？想要过来陪我娘俩。队长，他们就这样还想要我们啊？放屁，没让你陪，让对花陪。对花，老公，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对花，看他们还挺有钱的，要不我就先过去吧。别，对花，我就过去算了吧。不要去，我有钱。那你说话了吗，队长？哥们，这样好了呀，我看这个小伙子年轻力壮，
要不要你过来也可以。嗯，钱随便花。队长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你那么老，你觉得我会喜欢你吗？来嘛，没有感情我们可以培养感情。你觉得我老，我可以为了你做一些改变。嗯，队长可以，但是要把你们全部的家产都给我。这时候很有钱很有钱的商会夫人要求浪花队队长强吻她。夫人好，钱拿着去随便花，但是你过来亲我，亲得我开心。队长疯了吗？想让我亲你啊？我亲你你敢吗？啊，浪花队队长强吻了很有钱很有钱的商会夫人。商会继承人答应了资助游泳队，游泳队生存危机解除。继承人，没别的事了吧？那跟我们回家吗？都从了吧，一个从一个，是不是？走吧。比赛之前呢，我们首先要问一下有没有特别想争取的队员。我想争取汪东城哥哥。你跟我一样、啊、他的玩具就很气派，对不对？